张哥哥说球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3年9月20日。哎呀，吴梦洁发球直接失误了。晚上的9:39，女排奥运资格赛啊，中国对阵加拿大的一场焦点战啊，比赛已经来到了决胜局。现在中国和加拿大队9-9打平，身着深色球衣的就是加拿大队范莱克发球，身着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刁丽宇、李盈莹扣球。一下分啊，加拿大队，哎呀，这边霍维的扣球，加拿大队10-9反超了，加拿大做功课了，反超了反超了反超了，说话别一咋一呼的，那你咋整啊，一咋一呼的，就这性格咋整。刁丽宇、李盈莹再扣，漂亮，中国队追平比分10-10。刚追平啊，兄弟，完蛋，咱落后一分，才刚咱们6-1领先加拿大，咱们人家都没说完蛋，咱这就一分两分就完蛋了，开玩笑一样的。胖乎乎的那女的主教练，媳妇一身乐了。比赛继续，刁丽宇、李盈莹再靠漂亮，中国队11-12，11-12啊。11-12啊，中国队落后一分，不着急。咱10-12落后是吧？好的，中国队发球，贝飞再掉。好的，再靠双人拦网。这来了吗，兄弟们？今天必须中国队要赢啊！啊，才让有人说输给我刷礼物，我没要，必须赢刷礼物。看看看。那个谁，李盈莹的发球，呀，那这必须赢啊，兄弟们！李盈发球，一传，孙老板，好漂亮！中国队来到赛点了，这个是袁心玉，王媛媛和巩翔宇的双人篮网。来到赛点了，兄弟们，双人篮网。我已经无话可惜了，你老吸啥吸，吸不吸？看看啊，袁旭啊，不是我李盈，李盈莹的发球，好的，再来救起来，哎呀，14-14，我心脏不好，你老心脏不好，你。李盈莹的手啊，这接球真不行。他走形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手破了，他得这么接，一接就走形。好的，不理劲的发球，王媛媛扣球，哎呀，救起来呀！哎呀，加拿大队来到赛点了。资格赛不要紧，你笑不要紧，你老搁那啥，你用你说呀？那不得赢吗？不得赢吗？听到了，蔡斌。大比分都2-2，决胜局。现在看看啊，加拿大的发球，好的，漂亮！吴梦洁的扣球再次追平，吴梦洁扣球直接赢了马三。我看到吴梦洁扣球，感觉瓦尔加斯来了，力量太大了。15-15，中国队请求换人，还换人，又换谁了？我看看。是不是又把那王媛媛换下去了？换上中慧啊！中慧发球厉害，中慧发球行，兄弟们，中慧发球好使。啥玩意儿？没完没完！中慧行，中慧啊！现在主要没上丁霞呀。中慧发球，北飞，双篮网，加拿大队范莱克的扣球再次来到。赛点，打架那这么累吗？太累了。看你喝水，我心忙了。我不喝了行吗？我这不也是紧张吗？格雷的发球，好的。哎呀，输了。